我觉得那苹果屋都这一盆不管理的，你夸张是不是那个吗？哎呀，阿姨给我们Thank you.
Thank you.
那男孩一点都不要了，便宜是不是压了？他省没动那一块。给他给五栋的吧，两栋的，是吧？我感觉啥？你轻轻踮起脚尖，一起拍更多照片。
是全场的焦点，又是因你而耀眼，你轻轻踮起脚尖。再一次 hold me right now， 风吹过我的头发，淋着雨我就站在你家楼下，迫不及待地拨通你的电话，整个夏天所有跟你的画面 ，Oh yeah， 定格在这瞬间，我想我你出演。我实在能遇到你呀，仅仅是路过。我躲开了乱世，因为我满身烈火。嘿，除了朋友都恨，欠缺的是平凡问。不怕谢，反正我啥子都没得。人生在世，哪会一辈子没曲折？开路的先，不要打破旧的规则。B C D R M P， 我眼光不在中。滚滚滚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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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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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感谢啊大家来到我们的江桥万达的十二周年的生日现场，来这个时间是给大家送上一段祝福啊，代表我们的万达祝愿现场每一位好朋友在今年一帆风顺，二龙戏珠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金宝，长长久久，十月春雨，百事可乐，千祥万岁，五好运圆圆满满，多多多多发财，来掌声鼓励鼓励，新的一年多赚人民币，来掌声再次鼓励，人民币多赚一个亿。OK， 再次感谢，谢谢。我们现在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江桥万达玩的关心，共同欢度江桥万达十二周年庆，以及我们端午节日。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我们的乐队布置一下。